刚刚在纳木错湖边看完赛马节，回拉萨的路上，你们都是回拉萨吗？啊，对对，我们回拉萨。谢谢啊，师傅。没事没事，祝你一路平安。放心吧，带你们一起回拉萨，有伴儿嘛，我一个人也无聊得很。哎，好好。我经常跑这条路，经常过去。你是真好人，不是我们的天，你是真好。我一路到上头都没收过钱的呀，我一路的。我从那个半个县搭了一个小伙子到青龙乡，我也没收他钱。哦，你真好，你真好，人真好。搭人搭的非常多了，我在拉萨修车。对对，我们这刚才这，我在拉萨待了20多年了，修车就待了20多年。拉萨。对，我在仁和里面修车嘛。我这次去尼玛县也是去修车。哦。你们全部都要回拉萨嘛？啊，对对。行行行，没问题，带你们回拉萨没问题。好，谢谢啊。小事情嘛，哎呀。你们在拉萨是哪个寺庙里面？是在拉萨寺庙里面还是其他地方？我们是外地的。外地的？啊，对。不是属于西藏地区吗？还是在西藏吗？还是哪个地方？不是西藏的，我们是四川的。甘孜州的吗？还是阿坝州的？对对对对对。哦。甘孜阿坝那边的。哎，对对对，那我们是老乡了呢。哦，你也是四川的。我肯定是四川的嘛，我是四川自贡的。哦，甘孜阿坝那边我肯定清楚噻。我早些年在昌都待过。在西藏20年啦。哦，生意好不嘛？哎，不好做，这几年的这个生意一点都不好做了。哦，但是这个越来越不好干啦。啊，是吧？现在，还是在这个。对。哎，在草原上下了雨变绿了，还是非常好看。嗯，是。你刚刚的是叫谁的？你跟他搞的。好吧，我们一起回拉萨。好的，好的，好，好，谢谢啊，师傅。好的。哈哈，这车上还带了几个老乡啊，都是四川甘孜州的，他们还多了几个粉丝啊，对呀、啊，哈哈哈哈哈。大家没回拉萨，我从那么冲，你们是过来转福的，是不是啊？嗯，是的。哦。过来转福的。回拉萨也不远了呀，200多公里，慢慢的，慢慢一晃着晃着就回去了。嗯，是不急。面包车跑不赢他们小车哟。回去的路线的话，就只知道翻过这个山就快了。没事。反正到山那里。9点，他是一个，也是个做自媒体，旅行自媒体，河南的，他有20万粉丝。那小伙子在挣了钱的哟。他呢，现在开的辆车就是五菱公司赞助的，他现在是开的五菱车。前两天来了拉萨嘛，我在那个拉萨也碰见他，在那个青龙乡也碰见他。前面圣象天门前面就是青龙乡嘛，我也碰见他了。说四川话你们也听得懂，听得懂四川话肯定听得懂。是啊，我们是要讲的嘛，都是四川。哇，这两天车子好多啊。是看一下，这里就是翻这个纳木错这边的纳根拉山，现在的话今天天气可能要下雨，晚一点的话可能要下雪，前面就是纳根拉山口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纳根拉山口前面，翻这个山的车子还是比较多的。啊，这两天的游客多起来了，去纳木错的。今天纳木错湖边上，我刚刚看了一场赛马节。看完赛马节的话，就出来就遇上几个我们四川的师傅要回拉萨，就带他们一起回拉萨，反正一个人也无聊。
而且还是几个老乡嘛，他们是甘孜的过来朝拜的，应该是。那个这个叫纳木托可以转湖一圈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可以。转湖一圈，如果说徒步的话，要走多长时间啊？走路的话啊，那个我们不知道，我们要开车过去的话，要一天的时间。开车转湖要一天？嗯。哦，要开越野车才行啊！我说面包车可不可以啊？是吗？面包车可不可以转湖啊？那个走不走得了？可以啊，肯定可以。哇，转湖也就是那么多转湖路线还是好走的嘛。嗯，是。我这个车子里还有四驱的。嗯。不是两驱，是四驱。四驱啊？啊。你去过转过？啊，正儿八经四驱啊呀。哦，那可以哦。啊，真不开玩笑，我去的路线上，你要仔细看我的视频，我去的很多地方烂路的话，好多车子都走不了的，我的车子一样在开。我走阿里去了中线。阿里中线我都走偏了的。那是所以说好多人还不相信我这个车子可以开好多地方。嗯，铃木浪迪市区的，哇，这么多车啊，咋今天回去来回的车就多，你看回去的车也多。对，你之前去了那个尼玛县是吧？我前几天去了尼玛县。尼玛县啊。哦，尼玛县去修车，修完车的话，昨天晚上回来在那个班戈县住的，住了的话，我回来在路上边走边玩嘛，我在拍视频，又在发视频，所以说就闲着的就才回到了，边走边玩嘛，反正回拉萨的话还有工作，因为人活的话，马上要拆了，我们拉萨人活汽配汽贸城，我们在那里面修车，拆了的话到时候再说。带了几个人的话，这车子还是要重一些，只要翻过这个山就快了。我看我上次过来到这纳木错的话，三个小时，我从拉萨到纳木错就三个小时我就到了，就开这个面包车。这么快啊！啊，那挺快的啊！开的真的够快的了。嗯，真是够快的。以前的话，那个杨八井的高速没通的时候，要开五个小时。我们早就跑过了嘛。嗯，是。这山上开始下雪了，在那个那山上。昨天晚上也下了雪了，只是下的小一点。这路的话真的冻土乱，马上到山口了，已经在下雪了，那个拉山口下雪。翻过这山口，下山都快喽。跑那索，抓那索，一拉索，路一拉，一拉索，索，跑的大了那个，走的最了那个，那你帮了那点啥？这山上还有挖虫草的呀，看到没有？两个阿家在那山上挖虫草。呀，这那个那山上真的有虫草的呀，好几个人呐，我看到，他们都在这山坡上找虫草。改天我也来挖虫草了，继续往拉萨走，马上到当雄了，下完山就到当雄。今天天气不太好，在下雨了，拉萨不知道下没有。
反正这边纳木错是一旦下雨的话，这拉格纳山可就在下雪，因为这里海拔高。哇，这两天的游客太多了，好多游客啊。走吧，继续走。看到没有，在山上都是挖虫草的，还在山上还真找得到虫草哎。起码隔天我也来挖挖看，过两天上来看看，过两天可能找不见了。挖虫草的季节只有很短的十天半个月，这个地方。哇，这游客大巴太多了，还是比亚迪的纯电动车。我们到当雄了，那当雄我们吃了饭再走吗？嗯，到了当雄吃个饭再走吧。吃饭的话，只有你们请我吃了噻。嗯，可以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真的，谢谢啦。不客气。我是吃啥都可以吃的，酥油茶我也吃，掌包我也吃，我随便啥都吃得来。嗯，我在西藏生活了20年。好多地方都走遍了的，汤都、那曲、三南、叶克角、阿里，还有那个林芝，全部都走遍了。好多牧区站我也去过。不走的。今天天气一点都不好啊，开始下雨了。对。OK， 待会儿吃了饭再出发，着急也没用。啊，对，相信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反正我是这样想的，这世界都是公平的，对谁都是公平的，是不是这道理啊？哇塞，今天这么大的雨吗？你看一下前面，那边在下雪。啊，对，那是那个那山顶上绝对在下雪。嗯，前方2公里。105线道占道施工，请小心驾驶。这你们熟悉在当雄在什么地方吃饭吗？这边我们不太熟悉那里。我也不太熟悉这里，我虽然说经常路过的话还真不熟悉。随便找个饭店就可以。行吧，待会儿去看看吧。嗯，好，我们找一个那个找一个你们那个藏族的茶馆，藏族的餐馆里面去吃，我吃得来的，你放心。没事，不是藏馆，我是吃得来的，我真吃得来的，我啥都吃得来。他们做的菜也可以。就在这种可以。叫了嘛？他们有的茶馆里面也有烧菜也有，对不对？他们炒菜也有。我吃得来，我真吃得来，我经常在拉萨的时候，我经常也去吃啊。都吃得来的。你们这么多人将就我干啥呢？我是啥都可以吃的呀。不是，我们也可以吃那里，我们在那个汉族的饭店，我们挺喜欢的，我们常吃那里。也可以吧，待会儿看看吧，因为四川过来的话，里面好多。最好是川菜馆也。川菜馆也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川菜 OK。川菜馆你吃得了，川菜馆也可以。反正我们都是四川的。我们都是四川的嘛。啊。家的菜最好吃了。家常菜，对。嗯，家常菜。在路边川菜馆吃了饭再出发，都没吃饭，他们几个也没吃饭，我也没吃饭。好吧，他们都是老乡，我们四川的老乡，吃个川菜饭馆里面吃个饭就走了，继续往拉萨。把门关一下哈。 OK， 谢了，吃饭吧。好了，我们一起吃饭，他们请我吃。川菜馆里面，我们吃完饭再回拉萨，都是些老乡几个，一个手机是谁手机的，都是一样的吃。土豆烧排骨是不是山东牛肉？OK， 吃完饭我们再出发。还有一个青椒的。